Hey, 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在 Okanagan 最大的 Mall Orchard Park Mall 的对面为大家看一个公寓。然后呢，这个区域也有 Superstore、沃尔玛、Costco 等等，所以 Okanagan 居民的很多的大型的购物都是在这个地区。小区呢有共用的 Barbecue Deck， 一个烧烤的露台。那它的对面呢，步行就走到了 Liquor Store，所以买酒很方便。我们现在来到小区的正门，它有一个带大铁门的 gate， 这样的话更加安全，没有闲杂人等。一进来单元，看到是一个特别漂亮的 loft。那这个上面的话呢，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域，或者是可以放你的主卧在上面。整个单元全新装修，屋主花了16万加币，全部是 engineer 的hardwood， 这个是白色橡木地板，非常漂亮。那可以看到它用的这个瓷砖也是定制的，上面有文字的瓷砖。那这个地砖的话呢，它从地脚线一直铺到了这个天花板。那所有的台面，包括卫生间的，都是这个白色的 Taj Mahal 的台面，非常漂亮。很少在公寓里看到如此高档的台面。这边呢，还有一个 freezer。而且基本是全新的。这边是 regular fridge， 崭新的电炉，新的微波炉，这个 backsplash 也非常好看，是玻璃的。橱柜是 slow close drawer。是新安装的，它的把手还在。And it's real wood. Yeah. 屋主真的是花了大价钱装修的。更多的 pantry。Google Nest Control。到这边呢，有一个 vaulted ceiling 客厅。很少在这边的公寓可以看到这么高的天花板，很大的窗户。那朝向呢是东北，所以早上的太阳会洒到房子里面来。这边是它单独的一个 furnace 暖气炉，还有一个办公室或者作为第二个房间。这一面fireplace 的墙也是一样的 quartz。 Oh wow， 非常大的一个阳台，可以看到不错的山景，眺望 Delaware Mountain。 主卧可以放得下 king size 的床，而且呢有它自己自带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也是全部重新装修的。很漂亮的一个 faucet 水龙头和 waterfall。 整面墙的瓷砖其实在加拿大还是比较少见的，这边的很多开发商和建商喜欢用一般的 drywall 作为卫生间的墙面，但是其实瓷砖的话就更加实用一些。那么往 loft 走的地板也是白色橡木的。到了楼上的话呢，我自己会用这个作为可能娱乐室或者是办公室。所以呢，从头到脚基本上都是新的。大楼呢是98年的，但是
精心的维护和更新它的设备，所以的话呢，住起来也不比这些新的公寓差。